各位同學，我啱啱收到各位同學，咁我啱啱收到就2023年 DSE-MS Paper Two 嘅題目，咁我而家就同學仔 send 俾我嘅，咁好啦，而家開始講啦，第一條，咁我發現第一條佢都要寫好 Q 多嘢喎，原來，好，佢俾咗呢個嘢你，俾咗嗰嚿嘢，你呢嚿嘢，咁佢需要咧你就計翻個 A 做主項。咁於是我第一步咧交叉相乘，嗱乘咗佢先交叉相乘，跟住咧爆入去，但咧就唔係爆曬佢，係爆 A 就爆個 B 加三一嚿，5B 就爆個 B 加三另外一嚿，爆開兩嚿。右手面嗰度咧就 keep 翻住佢，然之後咧就將個7A 就調過隔離，就變咗抽個 A 出嚟，就變咗 B 加三減七，所以叫 A 乘 B 減四。而左手面咧就 2B 減翻呢嚿嘢乘開佢，所以減開咗就 2B 減5，呢個5嚟嘅，5B 二次，再減 15B， 咁即係變咗係負 5B 二次減 13B， 跟住然之後最後將個 B 減4除埋過去，就變咗做5B 二次加 13B over 4減 B， 咁所以答案係 C 嚟嘅。好多謝各位同學。